走了。怎么走回老病了啊？快告老方去。哎，郭队长。哦，老钱回来了。这是今天的单据。哎，老钱呐，还得加劲干呢，还有好几万斤梨没有运出去呢。您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就得多付点辛苦了啊。那没问题，这是社会主义嘛，没点干劲还行。哎，周队长，这一城子自由市场闹腾的可不善啊，我看这倒是增加社员收入的好机会。有人说这叫资本主义泛滥，可人家怎么说，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嘛。这话是谁讲的啊？让资本主义泛滥，胡闹，那社会主义还搞不搞了？要不我怎么先向您汇报呢？这种话别乱说，快去报账。哎，是的。哥，看见老方没有啊？给老五爷搭过台呢。什么事儿？嗨，走胡马病了。好，大哥，这马得什么病？这马呀，是伤腿的。哦，伤腿。我说，你把爱好拿来给他熏一熏。这马病不轻啊。二顺子啊，到收费站抓副治伤水药来。哎，快点啊。哎，真是，就是，哎呀，真是，哎，老钱啊，那马病的可真不轻啊。老四，到底是哪匹马病啊？嗨，枣红马呗啊，枣红马。哎，不对呀，刚才秀梅把鞭子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，那枣红马欢蹦乱跳的呢。怎么，今儿个是秀梅歇的车呀？可不是嘛。嗨，我说啥着，让那群毛孩子们乱捅了生活，早早玩玩就没有不出岔的。哎，老四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训练班是党支部决定的。嗨，管得谁决定的呢？事儿办得不对呀，就听别人提意见。老秦，哎，枣红马病嘞，你知道不？是呢，我这才听说，正跟老四磨叨这个事儿呢。怎么搞的？您听我说呀。你少说两句吧。我可告诉你，枣红马有个好歹，你要负责。周队长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这事儿必须在社员会上做检查。这事儿吧，怨不着你老钱呐。啊？你说怨谁？今儿个秀梅卸了车，你没问过他吗？大车进村的时候，那枣红马还欢蹦乱跳的呀！啊，经营大牲口说得多不容易，你怎么能把牲口叫秀梅呢？今儿个不是该秀梅值班吗？照这样干呢，咱队的牲口非全糟他们手里不可。这呀，也就是秀梅吧，换个人谁敢呢？说，枣红啊，有啃钢绳的毛病吗？从来没有过。秀梅系的这叫梅花扣，再淘气的牲口，他也啃不开呀、啊。这事儿说啥也赖不上秀梅呀、啊。那枣红马就是你没拴好，刘刚跑出来喝了凉水才病的。秀梅，你要强求上进，
我都赞成，可你得替我想一想。我在队里当队长，你呢又是我的妹妹，咱们应该要求自己更严格一点，这么点道理你怎么就不懂？秀梅，你听我句话，就别再学赶车了啊。哥哥，今天是我值班，马定了，我有责任，要是因为这个你批评我处分我都行。可是我学赶车，一不是图新鲜，二不是凑热闹，这到底是为了啥？你咋也不懂呢？我懂，我全懂。你没懂。别的事都好商量，不让我去赶车我坚决不答应。你从今以后不准你进马棚，也不准你再提修赶车。我学赶车这是管委会决定的。我是队长。队长？队长也不能耍官僚。不耍官僚跟你一样，不允许就是不允许。你大叔，别人秀梅他们修赶车了。怎么了？这不明摆着，照这样下去，将来那几匹马也得遭到在他们手里。周成，你害怕了吗？啊？不就只为办这个训练班，有些人才起哄吗？要有啥错处，没孩子们的事儿，我兜着。这个大叔，